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Roxon 啦。嗱，好多朋友仔咧同我讲想睇下啲新楼盘，咁所以咧今日就应大家嘅要求，带大家嚟到睇到科学园白石角全新嘅屋苑朗图 Antolo。朗图咧系由英军集团发展建成嘅，系一个全新嘅临海项目。屋苑咧由一房至到四房，同埋特色户都有提供到嘅。咁啊，事不宜迟啦，现在咧就大家上去参观一下。镜头一转咧，我哋又嚟到单位入边啦。今天要同大家介紹的是6A 座一個 B 單位，實用面積1027呎，是一個三房套再加工人套房的設計。不過咧，喺參觀單位之前，不如參觀下呢兩個環境先啦，跟我嚟啊！喺我身後呢個接近30000呎的園林綠化帶咧，係朗圖嘅重點設計之一，因為咧好希望可以同住户一起擁抱綠色的生活。試幻想一下，如果你住在這裡，一直對著這個綠油油的地方，想起到心曠神怡。來看看，好了，參觀完這個景觀的部分，當然要參觀這個客廳了。現在身處到一個非常巨大的長方形客廳，好了，看一看這邊先，可以擺放一張四座位的長梳化。去到我哋飯廳呢一邊咧，可以擺放到一個8人的長形餐台，甚至乎咧一張圓形的餐台咧都綽綽有餘。所以大家可以幻想到講呢個廳咧究竟有幾大啊！好，睇完客廳咧，咁係時候睇睇房間咯。兩間客房都是方正實用。而且大砌相約，好，咁啊，現在咧參觀埋主人套房咧，主人房空間足夠，足夠咧擺放一張巨大嘅雙人牀。好啦，咁啊，現在咧睇下個浴室，浴室咧都係浴缸嘅設計，仲係明澈有窗嘅。好啦，咁啊，现在咧一个转身咧就去到呢个主人房嘅重点位置，就喺呢一边嘅衣帽间啦。咁啊，衣帽间咧绝对咧系女士们嘅最爱。咁啊，试幻想一下咧，住入嚟之后呢度摆放咗一层一层嘅陈架，全部咧都系你哋嘅战利品啦。好，咁啊睇完主人房啦，咁啊出翻嚟呢边咧，我哋睇埋个客厕先。客廁的部分亦都係用浴缸嘅設計，上面咧仲安裝埋浴室寶添。現在咧就係介紹廚房呢個環節啦。呢個個 L 型嘅工作台，當然啦，配備有各種歐洲嘅名牌家電。現在睇埋身後嘅工人套房啊！單位就參觀完啦，唔知道你哋有咩感覺呢？不如等我嚟總結一下啦。如果你係中意全新低密度嘅屋苑，如果你係中意寧靜有園林嘅環境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呢度一定好適合你啦。如果你對朗圖有興趣嘅話咧，隨時聯絡我 Roxon， 到時見啦，拜拜。